個教會，尤其是我哋而家廣東珠三角教會咧，面臨著嗰個所謂城市化進程所帶嚟嘅好多嘅新嘅問題。廣州啊、深圳啊、東莞啊，或者中山啊呢啲大型嘅城市咧，開始城市發展嘅時候咧，社會壓力越嚟越大，家庭裏邊會出現到好多喺外界而嚟嘅一啲摩擦，好多弟兄姊妹會喺教會度尋求一啲嘅幫助。國內嘅離婚率都係不斷咁樣去上升，教會弟兄姊妹難免會受呢啲咁樣嘅觀念嘅影響。家庭所面臨嘅問題比過去嚟講係會多咗好多。過去咧，教會好多教會同工咧就覺得攞本聖經咧就可以處理曬所有問題噶啦。但係依十年嚟咧，越嚟越多同工發現咧，其實需要更多嘅知識同埋一啲嘅技巧，同佢哋一齊去面對緊呢啲人生嘅階段。呢個我哋覺得係我哋教牧同工而家嘅責任。CBN 一直努力发展华人网络事工，由认识神到 7G 网站，我哋一直都好希望福音可以在中国大陆广传。2011年开始 ，CBN 辅导部开始同广州嘅教会合作，培训当地教牧同工同教会领袖嘅辅导技巧。我哋嘅意象系带领更加多嘅华人信主。最近我哋嘅网络事工亦都系发展得好快。無論是我們的 7G， 無論是我們的認識神 .com， 很多的對象都是國內。最先我們就是在廣州市開始跟協和神學院、協和堂合辦這個福音輔導培訓課程，就很成功搞了兩年，幫他們培訓了超過100個學員、教會領袖，盡了我們傳福音的本分。我哋見到前面有路行，我哋就去問，我哋就去探訪，我哋就去傾談。咁以後嘅就交俾神，神係將呢個事工成就嘅，我哋就踏上。我記得琴日同一個牧者傾偈，咁佢就覺得國內嘅信徒其實冇香港嘅信徒咧咁大有咁有恩典，因為咧好多嘅資源咧好似國內都好缺乏，但香港唔係嘅，基本上你讀乜咧就未有得讀噶啦。正正就因為香港有呢個資源，所以就要服侍啦。因為我諗神係愛成個中國，使用 CBN 啦，使用我啦，大家都係一個嘅心願，就係希望喺我哋能夠咁自由嘅地方裏邊咧，去得到嘅資源咧可以共享。我哋期望咧能夠藉住呢種嘅交流同學習咧，能夠使我哋對呢啲嘅已經面臨或者將要面臨嘅一啲嘅問題有多啲嘅認識啦，都可以少走啲彎路啦。能夠使即係喺牧養上邊能夠做得更好。我哋有間教會就已經係或者士伯恩去培訓過，咁我都聽到同工佢參加培訓咗之後咧，都非常嗰反應非常好啦，得著好大啦，好有幫助咁樣。咁一有一知道有咁嘅培訓，咁真係就係衝過嚟嘅。由2011年初至今。CBN 在四间教会开办辅导培训课程。2013年10月，我们首次同广东省两会合作，在中山的迦南园为教牧同工举办婚姻家庭治疗辅导课程。有丰富经验的导师郭慧芳是 CBN 的辅导部主管，每次培训课程都用很多心力。每一次上堂之前咧，或者係嚟之前，其實自己都瞓得唔係好好，因為個壓力好大。啊，諗下會點樣講係會最好呢？如果有陣時用普通話嘅時候，又會練一下啲好艱辛嘅字，點樣去發音？點樣將個時間用得更加豐富啦？起碼唔係浪費大家嘅時間，因為每一個人嚟參加嘅，其實佢都係可能放低自己手頭上嘅工作啊。咁喺好百忙裏邊抽空嚟參加嘅時候，咁自己想有一個責任要俾到我覺得係最好嘅嘢俾佢哋啦。今次的課程就叫做婚姻家庭治療啦。咁呢個課題很大，其實一開始俾我聽要做呢個課程的時候，我已經覺得兩日領嘅課程是很難做。點樣先能夠俾到佢哋喺咁短嘅課程裏面又吸收到一啲嘅嘢咧？或者我自己就將嗰個嘅期望降低啲啦。可能佢哋唔係咩技巧啦，可能係一啲嘅啟發。真係好感恩啦！今次香港咁多弟兄姊妹過到嚟同我哋上課，咁同埋我哋都
可以組織兩個市的同工，有五十幾位的同工一起去上呢個課程咧，其實真係希望祝福到中山市同埋東莞市嘅弟兄姊妹。為期三日嘅課程，出席嘅係嚟自東莞同中山唔同教會嘅牧師傳道，佢哋都好希望透過呢次培訓，加強處理婚姻問題嘅能力。導師好睇到佢哋嘅用心，好開心咧！就係第一，佢哋好受教，亦都好渴求。他們很認真地抄筆記，也是很樂意去分享。他們因為知道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又不是經常上來，他們就會準時上堂，也不會很快就走，不捨得走，會留很多留下去問問題。跟香港教學生的心情不同，還有這裡是尊重老師，尊重很多，叫你什麼老師什麼老師，很尊敬你，讓你先走，這個在香港好像沒有這個特權。教會裏面咧，有好多家庭都有問題，面對呢啲嘅問題，我哋都唔知道點算喎。但係尋日咧，我哋上咗一個硬嘅課咧，令到我哋咧睇分析啊，對個案嘅分析啊，或者都好對我哋好有幫助。非常之係生動活潑啦，有理論加上實踐啦，係好互動，更加重要有神嘅話語嚟到作為一個支持，受益好多嘅。咁亦都係擴闊咗我哋點樣去牧養嗰個嘅領域，用好專業嘅方法去解決，呢個係俾我哋一個牧養嘅方面係一個好大嘅幫助。這樣的課程是很有必要的，從其中可以更多的吸取不及的一些地方和層面，可以更好的去配合我們的實際的服事，也很好的裝備。有很多的實際的例子，有互動，透過老師的分享，視野又再一次開闊。國內的同工他們都很順服的，那時教會或者兩會的安排就來了，感恩的心又好像是強的，有些學員就立刻跟我分享，他立刻拿昨天學過的東西來應用，又覺得應用到，這樣真的很歡喜。除了輔導培訓課程，CBN 仲同广州协和堂合作，设立咗一条全国通嘅免费福音心理辅导咨询热线，俾一班学员实践所学。为咗令佢哋行得更远，我哋仲会保持联系。培训嘅过程好短啦，可能几日嘅课程。咁但系佢哋翻到教会里边去服侍嘅时候咧，佢就会应用有限嘅能力啦，去做。藉住呢一個微信啦，藉住呢個電郵啦，藉住呢個 QQ 啊等等各方面咧，咁佢哋就會分享翻佢嘅過程係點樣啦，或者一啲比較艱難嘅個案嘅時候，佢又會寫俾我哋睇啦，應該點樣去解決啊，好豐富啦，成個嘅討論，好似唔係淨係短短一個幾日嘅課程，而係之後仲有延續，而且嗰個延續咧係真係能夠好落實地幫到教會，幫我弟兄姊妹。多謝侍奉恩同埋侍奉恩嘅同工。咁多個月以嚟嘅辛勤付出，非常多謝啦！薛博恩嚟呢檔當中，又帶俾我哋好多嘅鼓勵。啊，非常的感謝，師部的同工到這裡來為主擺上。多謝曬啊，薛博恩各位同工，大家都其實好忙咁，所以能夠喺香港翻到嚟呢邊辦，咁我覺得就已經係我哋嘅一種恩典。有機會同薛博恩合作，唔單止係講座咁簡單，或者可以去我哋嘅一啲堂會裏面去幫我哋做一啲輔導啊，進行現場嘅一啲去講解。我希望咧，薛博恩唔好嚟咗一次咁就停啦，咁希望以後咧能夠多啲啊，咁都係嚟到關心我哋嘅需要。